世界宗教盛事大甲妈祖绕境九日即将起驾，彰化县政府特地在香案前准备压轿金为县民祈福，祈求天降甘露，疫情早日解除，全民恢复正常生活。啊，今年彰化县政府哦，有为大家准备了20,000份的这个压轿金哦。那我们分别会在4月12号下午，在我们所有的户政事务所，大家就可以这个有兴趣的就可以来户政事务所来领哦。那今年因为呢疫情的关系，所以也没有任丢咖。那再来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防疫的一个这个规定哦。那特别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信徒还是能够带环保的一个这个碗筷来哈，大家一起这个节能减碳做环保。那也希望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大甲妈绕境的过程中，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那为我们呢来祈求天降甘霖，为我们呢祈求这个疫情早日退去，让我们呢市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能够这个蓬勃发展。彰化县政府准备20,000份大甲妈压轿金，将于4月12日下午1点起，在彰化县各户政事务所及县政府服务台开放民众索取，送完为止。同时呼吁民众节能减碳做环保，做好垃圾分类，并节约用水。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